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小频道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玩猫咪大战争，没错，神魔与猫战展开合作。什么什么超大角色居然跑到猫咪大战争里面了？妲己还是一样的大。波波本仪，你怎么变可爱了？原来失业的茉莉安娜猫跑到这里打工了。猫公爵，你的脸好像有点不一样。不过你原本就是猫，所以在猫战里面出现好像也蛮合理的。风头依然很风头。5月6号到5月20号，猫咪大战争即将与神魔之塔展开合作啦！神魔之塔转蛋登场，有机会获得合作角色懒香奇狐妲己和茉莉安娜猫。如果要抽什么的合作角色，要注意，一定要在这个页面才抽得到合作角色，其他的转蛋机抽不到哦。其中懒香奇狐妲己，看他的攻击特效，哇，好大只，好晃。木妲己可以给予天使敌人与漂浮敌人超大伤害，还会让他们动作变慢。我们懒香妲己，支持我的妲己，赢了！再来是我们的茉莉安娜喵，哇，他直接拿一个麦克风，他用他的麦克风要怎么跟敌人对打？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他竟然用歌声来征服敌人呢。接下来是点点猫，其实就是神魔中的波波比啦。这次活动期间直接买就买得到了。点点猫他直接用咬的哎。点点猫他进化后会得到善于攻击天使敌人的能力哦。啊，超级怀念。哇，居然能够在猫战里面看到神魔的地图，没想到还能扁风头，我还不直接扁爆。哎，掉卡了，居然是风头。活动期间记得每天登录，登录满五天就送你免费的猫公爵。这么佛的游戏吗？大优惠，有好东西给你哟！快去说明栏以及下方的置顶连结下载《猫咪大战争》，一起下载游戏，来神魔合作，一起嗨吧！喵。那我目前玩猫战已经七天了，并且我氪金大概约为2000块台币左右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玩一个礼拜，并且有稍微氪金的账号到底长怎么样吧。Go！ 那首先我们来抽个妲己的一个抽卡机吧。哪知道我们来第一次开抽，有没有机会？哇，这只是怎样？哎，这只值不值得练啊？我只有一些基础的猫，我不知道这个。如果说抽到好的话，大家可以跟我讲一下哦。啊？好，我们再来单抽。猫战合作人物有比神魔多吗？没有哎，神魔好像还比较多一点。好，那第二个是这个什么？汤匙超能力猫。不过我们现在都没有看到茉莉安娜猫，也是这样。其他系列没包只会抽得很痛苦。超能力猫不错是不是？哦，可以练。好好好。哎，有两只是什么？哎，鸡西有哎。这只怎么样？这只好吗？冰刀二人组。好，再来单抽。有没有机会直接出超级？看到转蛋有金闪电，一定是超级有。出出来，有没有机会金色的光？我们今晚一起看。哦，没有。这是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如果说有看到有需要练的，大家再跟我讲。猫咪格斗家，好，再单抽。茉莉安娜最难抽。哎，对耶，我这不要说妲己了，连茉莉安娜都没看到。这是什么啊？道士是不是？僧侣猫。猫战玩了很多年，30000等生无可生了。剪刀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速剪猫，单抽有没有机会出金光妲己？哎，我的猫了呢，我就带个猫了好了。噔，变身阿红猫。哎，我带猫了，可以中了吧，各位。超级稀有妲己，有没有机会？警示风，十抽阵亡，各位。好，来各位，帮我刷一个今晚最幸运的贴图，好不好？来喽，到底我们这个11抽有没有机会中我们的妲己超级稀有？11抽，直接无情开抽。哇，好壮观哦！这会有金光吗？啊，蓝色啊，有蓝色的吗？稀有。OK， 我没了，各位。今
完，直接无情抽出超级稀有的妲己，十一次开抽，金光，金色的，有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不是有金光？好，那我们这边看一下还有什么。哦，这次怎么样？鸡稀有哎、欸，鸡稀有，菩萨猫，哎、欸，有没有重复的？鸡稀有，哈，那超烂，不要给我烂烂的东西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可爱哦，这是什么？机器人猫吗？猫咪探测器，这也是一只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还在那跳舞。哎呦，棒浪猫弟好可爱啊！棒浪猫弟好好笑，棒浪猫弟很强是不是？哈、啊？请问这两只妲己吗？仅几率仅供参考吧，好不好？来喽，现在来单抽。叮、啊，白金是一定会出很屌的东西是吗？怎么又蓝光啦？这什么？喂，是谁？是强吗？黑兽牙王，牙起来喽！黑兽牙王强吗？很强是不是？哇，太神啦！好，我们再单抽。猛啊，碎啊碎啊！可是他没有金光，为什么？他说蓝色的光哎、欸，害我以为没中大奖。啊，这只怎么样？一个剑，一个盾，这谁？坠剑猫。好，两抽这样已经不错了。最后单抽，就请我们这张白金召唤券能不能海底捞月捞到稀有的猫咪呢？佛陀，好，月球出发！那前面的关卡都得到金宝物才能被打过，就是没有那个时间，每个都打到金宝物啊，就是没有那个时间体力，我才玩七天而已。啊，不然我问你们嘛，你们玩？你们新手账号玩七天，你们可以打到哪里？啊，我只是一个玩七天的人呢、欸，打到这里不错了吧？妈你来咯，妈你来咯，妲己来咯，哦吼，赢了！别出四百了，你管我？我的老大出来了，谁还跟你瞎逼逼呀、啊？好，接下来存这个黑色的，可以啊，赢了，怎么会输？你看我这个出来还输，你要确定哎、欸？嘣！谁还是我对手？谁还是对手？直接讲。你怎么会有蓝眼？路上捡的，行不行？哎、欸，干完了，怎么了？喷喷老师出来开始扭转战局了、欸，哎呦，加派哦，好像也没多扭转。这是钱太多了，棒！哎、欸，还是后退哦，好像打得赢哎、欸。好像有机会，有那么一点点一丢丢机会。哎、欸，我这场上有两个妲己，好可爱！哎、欸，一个妲己被打爆了。哎、欸，我快要第二张，我快要第二张蓝眼睛了。去试一试。好像被氪金的力量打倒了、欸，哎嘿嘿。哦，第二张蓝黑眼，完了，我直接宣判敌人死刑。有量就按，现在有量就按了。他不是会上线吗？会有那个上线。哎、欸，我妲己全部蒸发了啦！原来妲己那么脆弱，完了，我怎么觉得会爆炸？没钱了，过太爽。觉得爆炸好玩吗？好玩啊！氪金的力量太好玩了，哈哈。八八，你要确定啊？我还有个蓝眼睛，勉强撑一下。喷喷要后退13次才会赢。哦，这样。好，那请他退13次。哎、欸，那个吗？死了啊！好，谢谢起来聊天室。
那我还会多难打嘞？下去，哎，那么轻松，这游戏玩七天，那个就直接全破这个第三章的月球啦！啊，游戏天才还是人啊，各位。哎，我问你们，玩一周七天而已哦，我玩七天而已哦，玩七天全破这个第三章月球，这个进度怎么样？你们老实说，是不是算快？是不是算快？慢，这样慢，真的假的啦？好好，你们，那不然你们七天，你们七天破到哪？你三天全破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今天的影片内容啦。如果大家想玩猫战的话，可以点一下我们的说明栏以及底下的置顶留言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猫咪大战争了。那如果说你有按这影片喜欢的话，就祝你们都能够一抽入魂，抽到自己想要抽的角色。也不用了，可以按下点订阅钮以及旁边小铃铛，或许我们在未来会推出更多猫战系列的影片。不错，看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